现在开始上课。上一节我们讲了肺的主要生理功能一，肺主气，包括肺主呼吸和肺主一身之气。二，讲了肺朝百脉。三，讲了肺主宣肃，三个生理作用。接着我们想讲第四个功能，叫肺主行水，有的表述为肺主通调水道，肺主通调水道，这两个术语同意，这现行的术语规范呢就同意。那么什么叫做肺主行水？肺主行水是指肺具有疏通调节水液运行的通道，从而推动水液的输布和排泄的作用，抽象出来疏通水道，调节水液代谢。用较为精炼的语言，就是肺具有疏通水道、调节水液代谢的作用，称之为肺主行水，又称肺主通调水道。古人根据这样一个肺主行水的作用，根据肺在人体上中下三焦所处的位置，把这个作用又称之为肺为水之上源。肺为水之上源，这是一个原理。这样一个原理是根据肺主行水的作用而推断出来的，这是很重要的中医学的原理。那具体肺主行水的机制是什么呢？它是通过什么样来作用来完成的呢？一，请同学们记住，人体内的水液代谢过程要靠五脏系统共同来调节才能完成。其中就五脏来说，肺和肺脾肾关系最密切。我们讲肺主行水是讲肺脾肾这三脏在调节水液代谢过程中，肺发挥什么作用，它是怎样调节水液代谢。人体的水液经口吸入以后，经过胃初步的进行代谢气化，到达脾，由脾转化为精微津液，就是人体内，在这里理解为精微津液，就人体内有用的水液。至于怎样定义精液，我们后面再讲，气血津液再讲。在这里面理解为这个精微津液是脾接受了经口摄入的水饮或者水谷，就是饮食物，经过胃的初步消化以后，经过脾的运化，把脾的功能称作运化。什么叫做脾的运化？在这里就理解为经过脾的代谢，将这些水谷饮食转化为体内有用的液体，叫精微津液。靠脾的功能，它的转输的功能，将水谷精微送到肺。讲到这里，就是肺它参与调节水液代谢，一表现为它接受由脾转输来水谷精微，这是第一个环节。接受脾转输的水谷精微之后，又通过肺的行水作用来输布到全身，而后把水液代谢的产物输送出去，完成这样一个体内外水液代谢的调节过程。具体的机制是：一，通过肺的先发作用
将精益精微，向上向外布散到全身，最终达到皮毛。在全身肌肤皮毛将精益充分利用之后，供给自身生命活动的需要，将在这里面所产生的精益的代谢产物转化为汗，通过皮肤的汗孔排泄出去。这个过程是肺通过宣发这样的机制来完成一次水液代谢的循环，调节了体内代谢的平衡，包括利用有用的精微排除精微精液代谢产物，表现为汗的形式。通过速降作用，将脾所转输的精微精液向下向内输布，到达于肾。通过肾的气化作用来调节膀胱的气化作用，将水液淡水产物转化为尿，最终排出体外，来维持体内外水液代谢的平衡。肺主行水，就是通过这样的机制来完成调节水液代谢的作用过程的，来疏通水道，调节水液代谢的作用。要求同学们掌握这两个机制，了解肺是怎样来完成水液代谢，完成它的主水作用的，行水作用的。这里面提到一个水道的概念，水道，中医学说三焦为水道，上焦、中焦、下焦。那么这个概念后续还要进一步讲。这里面学习水肺主心水的机制，仅仅知道肺宣发和肺速降怎样来调节水代谢，那么最终的代谢产物是什么就可以了。具体的代谢过程，那么都是通过三焦这个水道来完成的。所以说叫疏通水道，这个水道是指三焦为水运行的通道。那肺主宣发，肺主速降，它在代谢过程中将那个精微精液输送到全身体表内脏，到达全身，是通过三焦这个通道输送出去的。而形成代谢产物以后，也是通过三焦这个通道排出去。掌握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不要去追究三焦为何物。从这个机制，我们看肺主水代谢的它的意义。它在理论上，我们刚才讲的机制，在理论上说明了肺主行血这个行水这个原理，为什么？从理论说清楚了。那么理论的意义，除了说明意义之外，它还有个实践的意义。肺主行水这个原理，它在实践上有什么作用呢？在肺部行水，注意这个"部"，咱们汉字里面这个"部"，并不等于完全不行水的意思，它是肺行水功能异常的一种表述。注意汉字这个不，中医理论里面中医学里这个不字太多了，说肺主宣发，用实和不，说肺实宣发，肺不宣发，并不等于不宣发，它是异常功能的代称。这样来理解，如果肺部行水宣发和速降任何一个功能失调，那会就会影响了水液代谢。所以肺的功能失调一定会出现人体的水液代谢障碍。
它可以表现为汗的异常。比如，外界的寒邪侵袭到肌表以后，由皮毛侵入到肺，影响肺的宣发速降功能。那么，不仅呼吸功能异常，助心献血功能异常，它也可以表现为水代谢异常。所以在病理状态下，那么肺要不宣发，常常风寒束肺以后，常常没有汗，无汗什么意思呢？肺主行水的功能发生异常，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要宣肺发汗，使汗液能够正常进行调节。正常的发汗这个指标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肺主行水的功能正常，此其一。第二，水液代谢失调就会在人体当中存在水液停聚，乃至于产生水液的病理产物，中医称之为痰饮，甚至出现水肿。由于肺通过宣发速降参与调节水液代谢，通过宣发这个机制，以汗液的形式把代谢的排物排出去，因此中医在治疗水肿的时候就有第一个方法，首选的方法叫发汗法，通过宣肺来发汗。这个原理，这个方法，它的理论依据就是肺宣发作用机制对水代谢的调节作用，肺主行水理论依据。将来同学们在学习内科的时候，水肿治疗，治疗方法第一关发汗，第一关就发汗。为什么？就是根据这个机制来理论依据，所以它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重要指导意义。通过肺的速降，最后以肾以尿的形式排出体外。那么肺主速降的功能失常，影响到了水液代谢，必然出现尿液排泄的异常，少尿。因此又派生出来治疗水肿要用利尿的方法排出去，将水排出去。刚上一节提到麻黄，虽然它是发汗解表的一个药物，但是在治疗水肿时使用麻黄既取其发散表邪，最终达到发汗作用，通过调节肺的宣发作用来排除汗液，达到调节水液代谢平衡的作用。其二，麻黄还有肃肺的作用，既宣又肃，因此麻黄这个肃肺，通过麻黄的作用、肃肺的作用，达到利尿作用。麻黄还有利尿的作用，通过麻黄，用麻黄来治疗水肿，既体现了第一个机制，肺主宣发，通过汗液来调节水液代谢的机制，也体现了肺主速降，通过尿液来调节水液代谢的机制。这就是这个原理在临床实践的中作用，它的实践意义。在这里请大家注意，中间有一个环节肾，将来我们讲在肾主水液的时候进一步讲。肺通过速降作用，将通过三焦的水道将水液代谢产物下降到肾，它仅此而已，到此它完成任务了。至于肾形成尿液，这个过程是通过肾的气化作用。在这里，肾的气化是指肾调节水液代谢的作用，和我们前面讲到那个气化，就气的运动变化的泛称概念是有区别的。这个是讲肾的气化，仅仅限定为肾调节水液代谢的作用。通过这个作用来调节膀胱的气化作用，最终由膀胱形成尿液，通过膀胱的开合排出体外，维持体内外水液代谢的平衡。就
肺调节水代谢机制而言，那么通过肺主肃降到肾，仅此而已。由肾再形成尿液，那是由肾的气化作用所形成的。所以治疗水肿，发汗利尿，常常是发汗利尿同时进行的。那么既兼顾到肺又兼顾到肾，因为肺主肃降，水代谢要到肾，要促进肾的气化作用，达到调节水代谢平衡。大家看将来学习水肿的时候，那么治疗上焦的水肿，治疗阳水就分类分上腰以上为阳，腰以下为阴。那病在肺的时候就宣肺利尿，或者叫发汗利尿。就脏腑定位来说，既涉及到肺又涉及到肾，这就是肺主行水它的调节机制在临床这样应用。一，在辩证上的应用；二，在临床处方前药的应用，确定治法的应用。第五个作用叫肺主自解。什么叫做肺主自解呢？自解是指自理调节的意思。肺主自解是指肺具有自理调节的作用。什么样的自理调节作用呢？是指肺具有辅助心脏自理和调节全身气血津液及各脏腑经络生理功能的作用。从这个定义我们可以看到，前面肺的生理功能讲了肺主呼吸，肺主一身之气，讲到肺朝百脉能够助心行血，讲到肺主行水调节全身水液代谢。那么肺主自解这个功能，这个概念的内涵包括了肺主气，肺主呼吸之气，肺主一身之气，肺朝百脉助心行血和肺主行水的功能。就这个意义讲，肺主自解是肺生理功能的高度概括。因为传统文献里面有肺主自解这样一个概念，我们在这里呢，为了学同学们学习，我们把它拿出这个功能做一个独立的功能来讲述它。虽然它和我们前面讲这个功能在概念上有包含关系，在这里面是从整体来角度来看肺的生理功能，总的肺的功能那就是自解作用。一提肺主自解，就是肺全部生理功能的概括。站这个总体这个角度来定义肺的功能叫肺主自解。站到具体的角度讲呼吸作用，讲气的作用，它主气的作用，讲行水的作用，讲助心行血作用，分别定义肺主呼吸，肺主一身之气，肺朝百脉，肺主行水。用这样一个逻辑思维过程来理解我们中医基础理论里面讲肺的生理功能概念之间的关系，就不至于发生逻辑上的混乱了。肺主自解的具体生理作用为：一，肺司呼吸，就是肺主呼吸的作用。它就说肺能够自理调节呼吸。二，调节气机，肺具有调节治理全身气机作用。三，它能通过治理调节达到助心行血的作用。四，通过它具有治理调节全身水液代谢的作用。这四个内涵就
肺主自己的具体生理作用，这四个内涵包括了我们前面讲的肺主一身之气，肺主呼吸之气，肺朝百脉，肺主行水的功能。因此我们前面讲说肺主自己是肺生理功能的概括，从整体来定义肺的生理功能就肺主自己。到此为止我们将肺的主要生理功能讲完了。那么李老师，你讲肺主自己是肺生理功能的高度概括，从整体上来定义肺的生理功能叫肺主自己，那还丢一个肺主宣肃呢？我们前面曾经讲到肺主宣发肃降是从肺的气机运动状态来表述肺的生理功能，肺的宣发的生理功能、肃降的功能包括呼吸、气机、行血、水代谢。这肺主自己是从肺作为相父之官，帮助心的君主之官来治理调节全身的生命功能、生理功能。就这个意义讲来定义肺主自己，而肺的宣肃、肺主宣肃是从整体角度立足点是考察肺的气机运动状态，从运动状态来说明肺的全部生理功能。一个从气机的运动状态来考察，来高度概括肺的生理功能；一个从具体的生理功能来看，从总体上来概括肺的具体生理功能。那么肺主自己和肺主宣发肃降他们之间关系就是这样一个关系。同学们在学习的时候搞清楚不同的概念术语它是从什么角度来定义的，它想说明什么，这样就达到概念清楚，不至于出现肺主肃降和肺主自己什么关系，和肺主气什么关系，说肺主行水什么关系呢？他们之间是不是关系逻辑是混乱的？不存在逻辑混乱。关键之点就在于同学们学习中医学的概念的时候，学习它的术语的时候，一定要印清楚、搞清楚这个概念是从什么角度来定义的，他要回答什么问题，在这种条件下就会做到概念清楚。下面我们讲肺的第二个问题，讲肺的生理特性。一，叫肺为华干。什么叫做华干？一，干是指散而言的。华干它的本意本来原本是指古代的封建帝王出行时候坐那个辇，那车啊，这四轮车、六轮车啊，那个车称之为辇，它在上面那个盖像一把伞，那个车盖。同学们注意，现在看咱们这个古装，这个历史戏很多，皇帝出行抬的像轿子，实际上用人抬，那有的是用这个马拉的。皇上出来的车，那马拉车叫做辇，那顶上有一个，有的是圆的，就像一个伞一样，把那个称之为华盖。汉字的意义，华盖是帝王出行时候坐那个车顶上那个盖，车盖。用，因为肺在人体的位置，五脏的位置最上面，和内脏来说，它在最上面。它的位置称作在上焦，把它类比为像皇帝出行时车上那个盖，这个类比的结果说肺类似华盖。那么表述不能说类华盖，就是肺为华盖。作为脏腑来说，它居五脏之上，
就这个意义讲，类似的滑盖，这叫肺为滑盖的意义。它有什么作用？有保护脏腑的作用。肺在五脏最上，它覆盖了脏腑，覆盖了脏腑，不仅覆盖了心，也覆盖了所有的脏腑。就这个意义讲，成为五脏的外围，外卫。它有抵御外邪的作用。实际上这个讲肺为滑盖，从它的位置，在五脏当中它的位置而言，它位置最高。它具体的作用，因为它覆盖诸脏之上，所以说具有保护诸脏的作用。保护诸脏什么意思呢？就是抵御外邪侵蓄于肺。那么体现出具体的生理功能，叫统领一身之气，就是说肺主一身之气，肺全部功能表现为了它的属性。这个生理功能有什么特性呢？有什么属性呢？实际囊括了肺的主要生理功能。这儿呢，从肺的位置，它对其和其他脏腑的关系，那么类比它是滑盖，有覆盖全身脏腑、保护脏腑的作用。可是抵御外邪这个作用，是它因为有覆盖作用，覆盖脏腑的作用，它起到一个强的作用，所以说它有抵御外邪的作用。实际上肺抵御外邪的作用，是通过肺主宣发胃气，发挥屏障作用，来抵御外邪侵袭而实施的。这里面的含义在这。那么把这个抵御外邪的作用也同样类比为滑盖，它都属于滑盖范畴，它居高居脏腑之上。说统领一身之气，就是肺主一身之气的作用，它在上焦，肺主一身之气，肺调节全身之气机，从上而下，气机运行通畅，气的生成运行气化过程是正常的。把这些作用，具体的作用抽象出来，用一个形象的比喻，如同皇帝出行的辇上面那个车盖，保护皇上、天子、君主不受风吹雨淋，不受外界的干扰一样。把肺这个属性，这个生理功能所反映出来的属性，定义为肺为滑盖。二，肺为交脏。为什么说肺为交脏呢？一，就肺本身与其他脏腑相比较而言，从形态讲，中医认为它叫做清虚之体呀。我们现在解剖看解剖，肺叶是空虚的，有肺泡，古人把它形容为叫做清虚之体。清虚之体，既然是有缝隙的清虚之体，那么邪气可就容易侵袭到这里。这是一。二，这个清虚之体，古人从解剖上已经看到了，这个肺子是非常娇嫩的。从形态学到它的功能，都认为它是非常娇嫩的。就这个意义讲，说肺为清虚之体，称它为娇脏。我们透过它的本来意义，如何来理解肺为娇脏呢？一，肺直接和外界相通啊，最容易受到邪气的侵袭。你肺主皮毛，肺主呼气，直接和外界相通。那么外邪侵袭第一道关就要侵袭到肺，这是第一。二，说不耐寒热，请大家注意，古书上都讲说肺不耐寒也不耐热，不耐寒不耐热。
那么说最容易受邪气的侵袭，仅仅提到不耐寒不耐热，应该说风寒暑湿燥火它都不能耐受，都容易侵袭到肺。我强调不耐寒不耐热，是指调节肺脏的时候，调节肺脏的时候，一要注意调节用药，处方遣药要注意寒凉和温热药的调整，它们之间的平衡，既不能够过于苦寒，又不能过于温热。就这个意义讲，它不耐寒不耐热，不耐寒不耐热啊。这就是它的肺的生理特性。第二个特性，肺为焦脏，这是很有名的一个这个命题啊，一个判断。所以治疗肺的时候，调节肺的功能的时候，功能异常的时候，用药的时候，后世一家总结一个经验，叫做治上焦鲈鱼，羽毛的鱼，说治上焦病变，主要指肺的病变，在提出治上焦鲈鱼啊，说使用的药物一定是轻轻上浮的偏于生发的药物，同时注意不要过于寒凉，过于寒凉，寒凉药物是沉降药物，也会影响肺的宣发，过于辛散，那么不仅影响肺的宣发，而也影响肺的肃降，不利于调整肺的宣发和自降肃降的阴阳平衡。把这个特性这个特征转化为肺的生理特性，概括出来，抽象出一个概念，就这些科学事实经过分析加工，由科学事实转化为科学概念，抽象出来定义它是特性，叫肺为焦脏。它这个特性对我们指导临床治疗是有重要的实践意义的。第三的生理特性，就肺气与秋气相同应，与心气与夏气相同用，同样道理，同样的依据，旨在说明肺的生理功能具有什么样的属性呢？它与秋金之气气化相通，气化相通。所以在秋季的时候，肺病多，秋燥之气，肺病为多。那么也体现了肺脏与四时阴阳之相对应关系，相对应关系。通过这个简表，我们简要的归纳一下肺的主要生理功能，重在理解它的生理意义。同样，它的病理意义做一般的了解，为学习中医脏腑病机学奠定个基础就可以了。一，肺主气，包括肺主呼吸之气。肺主呼吸之气，它的作用就是吸入清气，呼出浊气，叫细心呼浊。是人体同外界环境进行气体交换的场所。这是一。第二，要理解、掌握中医脏象学说对呼吸过程的调节机制。一，肺主呼；二，肾主纳。在这里至少要记住，在学肺主呼吸的同时，记住仅仅靠肺主呼吸是不能完成呼吸的调节过程的，必须有肾主纳气的作用参与，这才能保证呼吸清互浊处于正常状态。二，肺主一身之气，
它是通过参与中气的生成而执行生成全身之气的作用。二，通过肺的宣发肃降达到全调节全身气机，保证气机升降出入运行正常这样一个作用。在病理情况下，肺主气的功能异常，一，它可以表现为呼吸异常；二，可以表现为气的生成运行异常。比如呼吸异常，会出现咳嗽喘。那么气的生成运行异常，就会出现少气、气不足、叫气虚、呼吸无力这样一些病理变化。把这些变化概括出来叫做气虚，就生气的功能低下，生气的功能低下。那胸闷呢，呼吸中怎么胸闷，一说咳嗽喘，因为是肺主一身之气，具有调理全身气机的作用。在肺主气的功能失调的情况下，不仅不能够调节自身的气机，也不能够调节全身的气机。那气机运行失强则闷。二，叫肺主行水。一，记住它的定义，它是能够疏通，具有疏通水道的作用，通过疏通水道调节水代谢。二，记住一个重要的原理，肺为水的上源。在病理情况下，一言以蔽之，就是人体内的水液代谢障碍。具体会出现水湿、痰饮这些病理产物，表现为病理状态最容易出现的疾病就是水肿。三，肺朝百脉，它的作用就是助心行血，就协助心脏推动血液循环。通过肺朝百脉的功能，我们由此也可以联想到它助心行血，联想到肺和心的关系，在生理功能上体现为肺气和心血的关系。这一个功能异常，主要表现为血液运行障碍，表现为心肺之间气血关系失调。第三，肺主宣发和肃降，从整体上，从肺的气机运动的角度来看肺的生理功能，抽象出来一个概念叫肺主宣发肃降。肺主宣发，一，它能够吸入清气，排除浊气，它主要的任务是排除浊气，实际上是吸清护浊是同时进行的。二，能够输布津液。三，通过宣发胃气调节腠理的开合。肺主肃降，一，它吸入清气，保证呼和吸的动态平衡，呼吸调匀。二，它能够输布水液代谢，参与水液代谢的调节。三，它能够通过咳嗽达到清除异物，保持呼吸道清洁的作用。分而讲之，分为肺主宣发和肺主肃降。实际上宣发和肃降是同时进行，是一个完整的有机整体。为了便于学习，便于分析这个理论如何来指导实践，它的实践意把肺主宣发、肺主肃降分别开来。我们学完了以后要从整体上来认识。我们前面讲阴阳学说，强调阴阳对立互根，
那就站在阴阳对立互根，从整体的角度来看，理解废主宣法和肃降的，从他们的关系来理解，来正确的理解那么废主宣法的具体体现的作用。它具体的生理功能，刚才讲了，从整体上，从运动状态的角度来定义肺的生理功能，因此呢，表现出的生理功能，一，肺主呼吸，通过呼吸达到主治全身之气的作用。我们前面讲说，肺主一身之气取决于肺主呼吸，说肺主呼吸是第一位的。肺主一身之气，实际上是在肺主呼吸的基础上派生出来的作用。二，肺的宣发肃降失常会影响水液代谢的运行。三，肺主宣发肃降的功能失常会影响气血的运行，就是影响到肺操百脉的作用。那么肺的主要生理功能都在这儿呢。这是从肺的气机运动的角度来进一步来强化来散出肺的生理功能。至于说肺主自解，是从高度来概括肺具体生理作用，强调肺与心相比和其他脏器相比，它在调节全身的功能的时候，它具有特殊的作用，它有辅佐心脏治理调节全身各种功能的作用。在这里讲肺主自解，又把它定义限定在治理调节肺主呼吸、肺主水液、肺主行水这类功能，来概括具体概括它的功能，就把肺相辅之官具有调节治理作用这个概念本来的含义进一步缩小到概括肺脏本身的生理功能。定义肺主自解是肺主主要生理功能的高度概括。要求同学们记住，说肺主自解，一，它是肺主要生理功能的概括，从总体对它定义。那么具体说来，它的内涵包括肺主呼吸的作用，包括调节全身气机作用，包括辅助心脏助心行血的作用，也包括调节人体水代谢的作用。也就是说，它囊括了肺的主要生理功能。至于说我们讲到的肺的生理特性，肺的特性，肺为华盖，旨在说明就心肝脾肺肾五脏而言，它们的位置而言，肺居于其他脏腑之上，位置最高。那么肺液，古书讲肺液能够覆盖在诸脏之上，这纯粹是从形态学来看的，这就是普尔氏字得出的结论，这是事实。就这个意义讲，古人定义这个肺的特点呢，它表现特点就像一个滑盖一样，对人体的脏腑具有保护作用。后世一家进一步延伸说，肺为华盖，它有抵御外邪、统领一身之气的作用。就这个一讲，又得出一个结论，叫肺为脏之长，是指肺为华盖这个作用，由这推出来，推理出来叫肺为脏之长，肺为五脏之长。肺为脏之长，无非强调肺在五脏系统中它的位置最高，覆盖其他几脏，有保护其他脏器的作用。就这个一讲，它是长，它是凶，它是长。我们今天理解肺为脏之长，应该从肺的功能的角度来理解肺为脏之长。
肺在上焦，肺参与一身之气的生成。第一关，它要呼吸。没有肺的呼吸作用，就无所谓一身之气。而只有一身之气的生成运行正常，人身的脏腑的生理功能才能正常。说肺主呼吸，起到决定的作用。就这个意义讲，称为肺为脏之长。关于这样一个原理，古书有许多论述，同学们将来有精力的时候可以专门去探讨。一言以蔽之，无非强调肺作为心脏的辅佐，起到治理调节的作用，强调它仅次于君主之官心的作用而已。至于肺为交脏，更重要的是它这个生理特性告诉人们，在调节肺的生理功能异常、病理变化时，处方遣药、选择药物的性和位置的时候，既不能够过于苦寒，越不能够，更不能够过于辛热。过于辛热，只在于此。至于说易受邪侵，任何一个脏腑都是能够受邪侵。古人从他五脏当中，唯有肺脏直接和外界相通。而在病因里面呢，咱们中医学强调的病因，外感病因、外因，风寒暑湿燥火，那么直接通过肺，通过肺的呼吸进入人体内，就这个意义讲，它是最容易受邪气侵袭。就这个意义说，它最容易被邪气攻击，那说它的抵抗能力差。就这个意义讲，它是矫胀。矫胀在临床意义上来看，像前面所说的，调节它的时候注意不得过犹不及，不得过于苦寒、过于辛温，保护血和素的平衡。就是用药和用其他脏腑有它的特殊性，这就是肺为交脏的实践意义。今天的课就到这里。